哇，闪光灯怎么闪不停啊？是哪位女神啊？哦，是王的女人出席日本眼镜品牌 Paper Glass 发表会。蔡，我有没有看错？蔡圭，原来王阳明喜欢这个蔡啊，早说嘛。我们误会啦，被小太阳称为女神，世界上最特别的存在的蔡诗芸才是她的最爱。我们其实有一个小称号，我都会叫她 Bubz， BUBZ， 然后她就是像类似宝贝小钉子，因为她的一个小称号。其实我有帮我帮小太阳写几首歌，写几首歌啊，他就给我很多的灵感。其实我现在只是很开心，就是我们之中的关系，然后现在就我很期待，就是我跟森林的未来。对，只有一件事，我绝不妥协。不管你去哪，都要带着我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活在一个没有你的城市。